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仍因着我的神欢欣快乐。心又在网上再见了，我相信神在大家的教会身上都有他丰盛的恩典，都有他的带领，让我们大家经历不同的生活，让我们更知道我们信耶稣是这么美好的。我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有不同的领受，有不同的经历，让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神是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的神。所以我仍然相信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能力也如何。感谢耶稣保守恩待我们直到如今。所以我们先为了这个聚会，我们先低头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多谢你
在这段时间的保守，多谢你在这段时间的恩待、施恩、怜悯，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有满足的喜乐，帮助我们我们圣灵恩膏恩待带领，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信心。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自己应许我们日子如何，我们的能力也如何，我们可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可以胜过这一切。帮助我们，祝福这个聚会，祝福这个信息，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可以有满足的喜乐平安，让我们知道信耶稣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荣耀归主，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兴起了一个运动，就叫做举白旗。为什么有人兴起这样的运动呢？是因为我们发觉到我们在这个限制管制令之下，就很多人选择了自杀，自杀的这个数据在这段时间不断的提升。另一个角度就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自杀？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活着没有盼望，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对明天、对明天、对他们的前程茫茫，不知道怎么做，也都想不到办法，就是恐惧占有了这些人的思想，所以他觉得生无可恋，就产生了死又何惧的这样的想法。举白旗是什么意思？当这些人呼吁，当你觉得你不可以再生活下去，你无资源再生活下去，所以只要你将你的窗口你看到的时候，你的门口举个白旗过去，那些人知道，那些人就会送上一些生活上的物资资源来帮助你渡过这个难关。我们看到人很有趣，当人觉得无望，当人看到一些人无望的时候，就激发人的那种的善良的心、爱心。所以人是群居，是需要鼓励，特别在这个这么艰难的时候，举白旗。所以我有我们帮助你，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当我们开始动摇的时候，当我们信心开始动摇的时候，当我们面对这个环境，面对忧虑忧愁，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接着祈祷向耶稣举白旗呢？跟耶稣说我们撑住了，跟耶稣说我们很辛苦，跟耶稣说我们可以有忧虑，就是交托给耶稣，用祈祷的方式。我相信耶稣听到我们的呼求，他一定要施恩怜悯，帮助我们渡过我们最艰难的时刻。正如我有提到，这些人觉得生无可恋，其实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很忧愁，我们前面是怎样去生活的。当很严重的忧愁，忧愁要带来恐惧，这个恐惧感，这种无力感，要催使人轻生就自杀。在圣经都有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太过忧愁，不是一个好事。忧愁另一个反面，圣经讲的喜乐，一个相信神是全能、全知、存在，相信神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帮助我们的人，是不应该忧愁。如果真的信这件事的弟兄姊妹，就是充满了一个很肯定、很稳定、
即係我嚟知詩歌你咁樣講啦，我知邊個掌管明天。所以當我哋好肯定神掌管明天，我哋好肯定神曉恩待我哋嘅時候，我哋唔秒出現憂愁，我哋出現憂愁嘅反面咧，聖經講叫做喜樂。所以基督徒嘅成熟，基督徒嘅豐盛，另一面就係我哋嘅情緒有冇喜樂。所以腓立比書係充滿喜樂呢個詞嘅書啊，所以保羅勸我哋弟兄姊妹要喜樂得滿足，唔單止喜樂，同埋喜樂係滿足，即係話喜樂本身都有程度上嘅唔同，因為憂愁都有程度嘅程度上嘅唔同，所以當我哋開始憂愁嘅時候，我哋小心。當我哋唔處理咁樣嘅情緒嘅時候，佢慢慢用恐懼充滿我哋思想。當我哋諗唔到，用恐懼令我哋諗唔到任何嘢嘅時候，我哋都要有呢個念頭想去自殺，真係唔簡單啊！弟兄姊妹，我哋冇輕看憂愁帶嚟嘅破壞性，我哋都唔好輕看喺你身邊人。當我睇到佢好憂愁嘅時候，我哋要為佢祈禱，我哋要活出喜樂、滿足嘅喜樂，而當我哋可以影響佢，知道明天會更好啊！明天好唔係因為人可以做咩，明天好係我哋相信神仍然要施恩憐憫。帶領我們渡過，所以今天我們以這樣的角度去看以下的經文，約翰福音第十六章22節，現在你們也是憂愁，但我要再見你們，你們的心就得喜樂了。這個喜樂沒有人能夠奪去，到那日你們什麼事都不用再問我。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你們若向父求什麼，祂必因我的名賜給你們。向來你們沒有奉我的名求什麼，而今你們求就必得著，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我們上次講到聖靈充滿，我們有很多不同的表現。接著下來我們所說，當一個人真的被聖靈充滿，基督徒真的憑著信心很成熟，他的生命很豐盛的時候，他應該不會憂愁，同埋不應該憂愁應該怎樣？耶穌也講得清楚，喜樂。耶穌也講了兩個事件，我們為什麼可以喜樂，所以我們小心看這個經文。只再見你們的，你們的心就喜樂，沒有人能奪去。大家有沒有留意啊？一個很重要的詞，不是為什麼我們搞清楚，為什麼我信耶穌不會喜樂，不是耶穌說再見你們的時候，這個再見是什麼意思？這個再見是耶穌說了他將他上十字架受死，死後復活升天，就升了天之後，你就體悟不到，我話佢你哋也不知道，你記得冇上次咁樣經文，即係話耶穌基督講嘅再見就係耶穌基督第二次再嚟，啟示錄同你講咩？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佢擦乾我哋嘅眼淚，我哋所有嘅委屈，我哋所有嘅冤枉。都可以得到伸冤，所以啟示錄不是一個只是說哇這個最後最後這個影響這麼恐怖，其實啟示錄最重要的是基督的時候帶出新天新地，主再來主勝過破壞惡者的一切的工作，主為所有信祂的人伸冤，主將所有信祂的人
的苦难眼泪抹去，让我们得到一种喜乐的生活。所以启示录其实是一个大团圆结局的很好的讯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看启示录的时候，哇，你看到什么？哇，那个人那个灾又哇，好得人惊，好得人惊，好得人惊，没有，不得人惊。所以这里耶稣就再讲了再见，再见的时候就是新天新地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耶稣正式将所有信徒的苦难、忧愁、痛苦拿走的时候，所以到那刻，所以耶稣可以讲了，当时你得到的喜乐是没有人可以夺去，因为那世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势力可以夺去基督徒的喜乐，或者一切耶稣赐给基督徒，但不是现在，是我们再见耶稣那时候。所以耶稣是这样对那些门徒说的，但是就再说了，耶稣就说了的时候，但你们这时候向父求什么，因着耶稣的名就赐给你们，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就正可以了？不是的，这个是说耶稣基督第一次升天，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都说我们面对很多问题，基督徒会面对很多问题，很多人家的逼迫，但不重要，不重要。耶稣留了两样东西给基督徒，不单止是圣灵充满了之后，不单止圣灵降临你，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权柄，是奉耶稣的名向上帝求。所以当我们求的时候，当我们信，信什么？为什么？所以我们因着信，信罪是因为我们不信，所以信耶稣要拯救我们。为义是什么？就是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差他再来，所以不单止信耶稣要拯救我们，我们还信耶稣基督他再来，我们信神要带领我们这个称义。所以我们也信什么？神要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都信神要破坏为审判，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信神可以破坏恶者的一切的作为。所以简单来说，人要喜乐是因为信这三样，所以这种的喜乐但带着这样的态度，带着这样的思维，信着圣灵的带领，这个时候我们向父求什么？奉耶稣的求什么？天父就将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不用担心，不用忧愁，在这段时间我们先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信耶稣要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信耶稣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他要再来带领我们，我们信这个世界的王恶者是受了审判，不用太担心。所以这样我们因着求神满足回应我们的祈祷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得到喜乐，而且这个喜乐是可以满足的。但是这个喜乐是什么？你说到很满足的时候，这个喜乐和喜乐有高高低低啊，所以正常。弟兄姊妹，当我们有时开心有时不开心，正常。但是什么影响到我有时开心忧愁？我不是说不开心，是说忧愁。而为什么有时我们要忧愁？因为我们很耐心的时候，我们没有祈祷，而且我们祈祷没有得到神的回应，信徒就很忧愁。信徒不是因着无柴无米，不是因着我们地位受威胁忧愁，我们不应当。
信徒的憂愁應正常的情況是我們很在乎祈禱，我們祈禱得不到回應，這個時候憂愁是正常，但我們不要憂柴憂味那種憂愁，我們是要為了我們跟神的關係出現了問題，我們跟神的關係沒有密切，我們跟聖靈失去了那種感動，我們要憂愁。但我們向這樣求的時候，神就要在我們當我們祈禱回應的時候，神要讓我們喜樂。所以簡單來說，基督徒是擁有一種沒有人奪去的喜樂，喜樂可以高低但不可以無喜樂是憂愁的反面，所以基督徒不應該出現的是憂愁。怎樣要維持我們要這種喜樂？怎樣維持我們有那種很有喜樂的什麼很高的程度？祈禱，奉耶穌名祈禱，得到神的回應的時候，喜樂就產生。所以我們可以簡單講句話，應許叫喜樂得滿足。所以基督徒讀聖經的時候，不要經常好像讀啟示錄就看到那些災那些災那些災，應該看到是神的應許，應該看到是神對所說的話在每一個基督徒身上顯現。你在家的時候是不是因為得你一個人信耶穌你充滿了憂愁呢？所以你堅固我們的信心，當信主耶穌基督，你和你家必定得救。親愛的弟兄姊妹，真的有時不是一時三刻，因為六節記錄經文就要這樣說所以這段經文跟你說什麼？有人跟你說再見主就可以得到不能夠奪去的喜樂，再見新天新地的時候，這個喜樂就被奪去。所以未耶穌基督未再來的時候，我們都有這個危機，惡者是用盡方法想奪去信徒的喜樂。所以我們要避免這個問題發生，我們要不斷的祈禱。所以祈禱蒙應許得滿足的喜樂，喜樂怎樣增加？是當我們不斷祈禱，看到神回應我們祈禱的時候，我們喜樂就增加。所以一基督徒怎麼成為憂愁，很大原因是很長時間沒有祈禱，還有在祈禱也都沒有神的回應，因為他跟神的關係越來越疏遠的時候，基督徒就會憂愁。所以憂愁是一種基督徒跟神的關係越來越疏遠，同埋佢祈禱沒有得到神的回應的一個表現。所以願神祝福大家充滿了喜樂，願神祝福大家與神的關係是非常之好。經文繼續說25節，這些事是我們用比例跟你們說，時候將到，我不再用比例跟你們說，乃要將父明明的說給你們。到那日，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並不對你們說，我要為你們求父，父自己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我，又信我是從父那裡來。我從父出來，到了世界，我又離開世界，往父那裡去。喜樂、憂愁的爭戰當中是有時間性的，所以基督徒不應該，如果我們聖不愛要憂愁，但不應該長期憂愁，但也都要小心。我們今天很喜樂，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喜樂。所以真言說什麼？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聖愛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從心出發。
所以時間性有低潮有高潮，但是不斷跟神關係好的人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是因為耶穌說什麼？時間將到，主不要用比例，不要用暗示，要跟我們明確，也就是說我們跟神的關係好的時候，神要跟我們明確，所以我們用這樣的角度去明白以諾而神同行三百年，神就將他接去，是第一個世上不經過死的人。所以跟神的關係好是很多好處，但是我們怎樣跟神的關係呢？因為這個經文裡說父已經愛你們，因為你們已經愛了主耶穌，愛主耶穌不是很辛苦啊，這個經文就跟我們說你信主耶穌說的，你信你已經愛了，所以我們信耶穌在十字架這個聖立的救恩，這個福音是可以救我們脫離一切的罪，信而已，信等信我們就愛耶穌了，我們信我們等候耶穌基督再來，我們盼望耶穌基督再來，我們知道耶穌基督如果再來製造新天新地，帶給抹乾我們的眼淚，帶攞掉我們的痛苦，給我們喜樂的生活，我信就是愛耶穌了，我信這些就是。所以如果我們在這個環境，在這個困境當中，我們仍然信耶穌有他的美意，信耶穌不要撇下我們做孤兒，我們信耶穌要帶領你，我這個就是愛耶穌了。弟兄姊妹，很簡單，不用這麼複雜。所以我們信不信耶穌從父那裡來呢？耶穌明說我是從我天父那裡來，所以我從天上來，白話一點，來到地下，來到世界，所以我從上帝都說我從天父來到了世界，現在時候到了，因為這裡不是我家，我家是天上，我暫居而已，所以有首詩歌就是世界非我家，基督徒這世界不是我們家，所以這個出現問題的世界，不完全的世界裡面不是我們的家，我們的家是完全的世界，所以基督徒是信的，我們信耶穌過日子，我們受那麼多東西，我們等候，我們信耶穌要給我們一個新的世界，還有我們都知道耶穌從天上而來，也要回到天上來，還有我們領受了聖靈，為什麼聖靈的印記就得救的根基憑據，是因為如果聖靈在你裡面，是被聖靈充滿，當我們最後一口氣斷的時候，聖靈回到天上，就大致你去咯。所以你知道為什麼基督徒這麼有信心我們一定上天堂，因為從哪裡來就歸到哪裡，傳道書都說你們將它歸回，塵土歸於塵土，靈歸於賜靈的上帝，領受了上帝的靈，上帝的靈要回到上帝那裡，他跟我們黏，他在我們裡面，是不是大致你聚回去了？所以要說什麼？所以要說明講才講，讓我們明白，一聽就明白，是有時間性的，開始我們很模糊，而有信心同神關係而好，為住一段很長的時間，要慢慢看得清楚，知道很多的東西，開始是明白，慢慢，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停止，不要停止聚會，不要停止不讀聖經，不要停止祈禱，因為我們要堅持，因為這些事情都是有時間，不要出面說有問題一期都呼喊耶穌叮就搞定了，不要想弟兄姊妹，這些不是聖經的教導，聖經很出聖人提醒我們的前面忍耐等候，是真的，總之發芽是有時間，你種榴槤都不是明天可以拿，今天做明天就榴槤，不是這樣漫長的時間等候，
但是耶稣给了我们安慰，就是信耶稣就是爱神，不死担不死抬，信信祂的拯救，信祂在你，信祂会带你，信祂会带你更美好。所以那首歌我这生最美的祝福是说什么？我信虽然高山低谷，我信神一定比我更好。弟兄姊妹，你信吗？在你这样的环境当中啊，你不要上升对个白旗出去呢？为什么你向人对白旗？为什么我们不会向神对白旗？很奇怪的思想，神的关系比人的关系更重要，神的帮助比人的帮助更好，因为神给我们喜乐，喜乐就没有忧愁，不忧愁不会恐惧，不会恐惧不要自杀。所以你相信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如果你相信我们领受了上帝所赐的圣灵，我们一定归回上帝那里。所以我们坚定的相信主耶稣，时间一到一切都明白。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上帝应上帝容许这个疫情这么大的时间波动这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神应许有些事临到我们身上，但我们相信一切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因为我们相信保罗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经文继续说29节，门徒说如今你是明讲并不用给你了，现在我们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你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耶稣说现在你们信了，看啊，时间将到，且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当耶稣讲到这里的时候，门徒说哦，我们明白，明白你是从上帝那里来，你是上帝之子。基督徒几时可以明白？你说你不要忘记这班门徒跟耶稣同住这里很多神迹奇事三年。耶稣说他将他钉十字架，耶稣说你用一卖我所以因着我上十字架为你们死所以坚持到十二个门徒里面，耶稣由百几个减到70个，70个减到12个，但是12个被减到有一个走了出去只剩11个。到那个阶段坚持到那个阶段，坚持看到我们就要明白耶稣说什么。兄姊妹，你读圣经很多东西不明白，你听到很多东西不明白，不是问题来的，因为你看当时的门徒他们应该亲身跟耶稣在一起，到那一刻到耶稣要上十字架一刻剩下11个人，那3个人就开始明白，都不是很明白，到耶稣升天之后叫他们祈祷，直到圣灵降临，他们正式明白，正明了。所以没问题的，我们读圣经不明白没问题的，听到不明白没什么问题，没问题的，正常，但我们坚持等候。所以这段经文跟你说什么？现在我们晓得主耶稣是从神而来，到那一刻我们证明了，所以我们要追求耶稣给了我们的安慰，就是看啊，时间将到，你们要分散，不开心，当你明了一切的时候功课就来了，当我们上开课知道一切的时候，做学生的什么考试就来了，所以上帝是公义的。当我们有这种恩膏，当这个明白的时候，有这种智慧知识的时候，考试就来了，看啊，时候到你们将要分散，但不用担心，你说我不是一个人
即係耶穌講唔使擔心，我都做啊，你哋要做，你哋都做，做得更大，唔使擔心，聖靈都同你一齊，神都同你一齊。我記得我四個嘅時候咯，個牧師同我哋講過，我覺得大家都聽過咁樣嘅比喻咧，就有一個人喺個沙灘，沙灘一踩落去咧有腳印，所以你開始係兩個人腳印，慢慢咧就得翻一個有腳印。所以阿姑姐又講咧，基督徒就鬧我：，耶穌，你睇你睇，你劈低我一個人，你冇向我。耶穌就解釋啦：，你錯。嗰陣時你軟弱到行唔落去，因為我孭你啊嘛，我孭你行，孭你行兩個腳印，又一個人腳印啦。我諗住腳係你，係我啊，一腳印。基督徒好多時候，我哋好困難無助嘅時候，我哋仍然升白旗。耶穌要孭我哋行，喺呢段痛苦嘅時候，耶穌要孭我哋行去渡過。我哋憑信心去相信去經歷。當我哋經歷到嘅時候，喜樂就滿足了。咁樣講啊，呢段經文。所以，因為同你講咩？我哋曉得從神而嚟，我哋曉得耶穌係從神而嚟，我哋曉得我哋今日所面對嘅嘢都係從神而嚟。哇！你講咁大問題，咁辛苦，從神而嚟，你唔好忘記約伯記啊！约伯嘅啊，约伯嗰啲苦难边度嚟噶？系有恶者攻击，但系得到神嘅应许。所以今日我哋嘅问题，我哋嘅困境，我哋嘅无助，都得到神嘅应许。为得咩？恭喜你，如果你面对咁嘅困境，因为你明了嘛。耶稣讲你合格咗，你可以去考试啊。重要系你考得过，你考得过你就喜乐。有滿足的喜樂，所以重要的是今天你有沒有為主而活。所以這裡說什麼？就為耶主耶穌而生，和加勒河的公婆為主受苦，登山寶訊說為主受苦的人有福啊，有福啊，有福啊，你信不信啊？有福啊。重點是當我們面對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有沒有相信主與我們同在？主與我們同在，一切問題都可以解決。親愛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生活如何，我不知道你面對什麼打擊，我不知道你為了什麼事憂愁，我不知道為什麼你要憂愁到產生了恐懼，對明天失了盼望，我不知道為什麼你不可以喜樂起來，我不知道，但是我奉耶穌名祝福大家，在這段時間的時候，困難的時候，我們更需要主與我們同在，我們用祈禱讓我們去發覺到主耶穌基督，不是主耶穌不在，因為神是無處不在，肯定在，但是我們發覺不到，為什麼呢？因為你沒有一個祈禱的心。所以憂愁最可怕的是什麼？是我們發覺不到神的存在，這裡只是憂愁可怕的處。喜樂有什麼好處？喜樂最大的果效就是讓我們很容易發覺敏感神的存在，還有知道明了嘛，明了嘛，明白所有的事情為什麼這樣做。所以意樂與神同在同行300年，神將他接去，他是世上第一個沒有經過死的人。所以這個經文是說什麼？曉得從主而來就願意為主而生，這樣的人相信主與他同在。所以曉得，曉得耶穌，越來清楚耶穌，越明白耶穌的人就是主動。所以今天我們不要說我們很熟練，我們很成熟，我們很有恩慈，很恩高，但完全不知道，不知道耶穌做什麼，不知道耶穌怎麼來，不知道為什麼，很優秀，不正常啊這件事。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這段經文我們說什麼？
呢經文我嚟講，再見主係會得去奪去，不能夠奪去嘅喜樂。所以我哋今日等候，我哋相信耶穌基督再嚟嘅時候，冇人可以奪去我哋嗰種喜樂。但係呢個經文耶穌同我哋講，所以而家我哋喜樂有可能去奪去，所以我哋要追求滿足嘅喜樂。我哋追求喜樂得到滿足，點樣可以得到呢？係祈禱蒙應許嘅時候，我哋有會得到滿足嘅喜樂。所以弟兄姊妹，唔好唔再祈禱，唔好放棄祈禱，因為我哋不斷祈禱嘅時候，我哋有機會去祈禱得到應許。記得嘛？馬太福音、羅家福音，耶穌講咩？你得不到，因為你不求。你求又得不到，係妄求。所以求係我哋嘅責任，就避免妄求，亦都係我哋責任。我哋嚟遵守呢個規則嘅時候，我哋嘅祈禱一定蒙聽，因為耶穌俾咗應許，你奉我名求咩，天父俾一定俾。只要你唔好亂咁求，唔好係，唔好祈離求嗰啲離譜嘅嘢。所以聽弟兄姊妹，當我哋堅定嘅相信主耶穌，時候到咗，一切都明白了。所以我哋不斷求、祈禱，睇到神嘅應許，我哋一切都明白了。所以我哋要曉得從主而嚟，就相信為主而生。當你準備好嘅時候，考試就嚟啦。因為點解？因為恩膏同埋上要更大嘅賞賜俾你嘅時候，俾基督徒嘅時候，係跟我哋可唔可以勝過試探嘅關係？神要祝福約伯嘅時候，係先要約伯經過苦難，去勝過苦難，所以神俾嘅祝福係更加大。所以困境只不過係包住嘅祝福。佢哋先會唔使為佢憂愁，要帶著喜樂嘅心，因為日子將到，我哋嘅喜樂就冇人可以奪去。所以咁樣嘅人相信主與佢同在，重點係我哋同神嘅關係冇出現惡化。所以喺呢段時間入邊，我哋嘅環境越惡劣嘅時候，我哋要小心，唔好和主的關係疏遠，我們更加要追求和主的關係。所以簡單來說，今天的信息講了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我們因信與主同在，喜樂就滿足。為什麼我們充滿憂愁？因為我們沒有喜樂。為什麼我們喜樂不來呢？是因為我們沒有祈禱，是因為我們和神的關係出現了疏遠。當這個疏遠的時候，很多事情我們不明白，就是人當很多事情不明白的時候，我不知道明天怎樣過，我不知道我怎樣有盼望，我們自然就很憂愁，什麼都不知道，不單止憂愁，還要恐懼，我以恐懼而憂愁，所以不知道產生憂愁，產生恐懼，是一個很惡性循環，不斷循下去，直接將我們所有的喜樂奪去的時候，我們就生無可戀，死入何懼呢？所以喜樂，我們必須要喜樂。我們怎樣可以喜樂？我們同神的關係好，我用祈禱親近主，我們發覺到我們所有的事，神對我們做一些事，我們發覺到神與我們同在的時候，我們喜樂就得到滿足。所以因信與主同在，喜樂就得到滿足。你知不知道我們低頭，我們做完了。親愛的耶穌基督，我們感謝讚美你。我知道這段時間不容易，你知不知道也不容易，求你看到我們的困境，看到我們的憂愁，我們主堅固我們的信心。
求主施恩怜悯，让我们可以喜乐起来，求主吸引我们亲近你，求主让我们不要放下祈祷的心，让我们不断的祈祷仰望，让我们发觉你的存在，我们发觉原来你到处都在，其实你一直在我们身边，求你就激励我们喜乐的心，让我们可以面对这个困境，因为我们日子如何，我们能力也如何，我们可以靠着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可做，可以胜过这个困境。主啊，多谢你，因为你爱我们的神，因为你叫我们抬起头来的神，因为你没有撇下我们做孤儿，荣耀归你，因为你实在对我们太好。多谢主耶稣，我们以此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